你们在干什么？我给他治病啊。治病？嗯。好了，别闹了，跟你们说件事儿。哦。你我最近可能不经常来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我要结婚了，而且公司还有新的工作，过段时间会比较忙。哇！真的？那太好了。 哎，我还没见过悠悠姐呢。你见悠悠姐干嘛？你不知道，悠悠姐长得特别好看。干嘛？你想假冒陆明哥去结婚啊？当然不是了，只不过我跟我哥长这么像，说不定悠悠姐姐喜欢我呢。你可算了吧，像也没用，要不然我怎么不喜欢陆明哥呢？ 是啊，我作业还没写完，我先回去写作业了啊。哎，不是，他怎么了？在我看来，这个区域还是空白的，这里呢还需要向外延伸。 我今天帮你补全，你之后多注意。王彤那边怎么样了？目前还没有人录用他，他也没找到任何工作。那他身后的人呢？还在查，他一直没找到工作，应该很快就会露出马脚。继续查。 喂，老板。马总，我没打扰到你吧？有什么事儿，你说吧。我不是想着上次我们说了嘛，要一起吃饭，刚好啊，趁着悠悠跟陆明的婚事，我们聚一聚。他们要结婚了？对啊，陆明跟悠悠求婚成功了，你不知道啊？啊，你看我这脑子，陆明之前跟我讲完，我都忘了。 我就说嘛，陆明怎么可能不跟你说？那你看我们吃饭的事情啊，时间定下来我会告诉你的。先这样。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公司那边忙吗？忙。悠悠怎么样了？她正在创作自己的小说。挺好的。要结婚了？嗯。怎么那么突然啊？已经让悠悠等了很久了，还让她受了那么多委屈，也是时候了。你小子总算是想明白了。 定哪天啊？到时候我给你包个大红包。什么红包啊？你能来我们就很高兴了。那庄园要不要给你腾出来啊？到时候我给你好好布置布置。不用了，悠悠不想太浮夸了，我们就亲朋好友聚一下就行。婚车呢？婚车你要用的话尽管告诉我，到时候我那车停着也是停着。我用不用？你那些车都太拉风了。反正这些事儿都是悠悠在定的。 他喜欢就好了。不过有件事儿，还得麻烦马总。不知道伴郎这个职务，您嫌不嫌弃啊？嫌弃也没用啊，谁让你是我最好的兄弟呢？谢了，子轩。 悠悠，哎，子轩来啦！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陆明呢？哎，公司有事儿，晚点就来了。今天还有事儿啊？没办法呀，升职之后比较忙碌。悠悠。 上次的事儿，我……哎，子轩，我还没跟你说呢。我到现在才发现啊，原来办婚礼这么麻烦，要设计请柬、做伴手礼，还要看场地。这婚纱礼服啊，更不用说了。哎，陆明来了之后，你得帮我说说他啊，光顾着忙工作，也不知道帮我。还好今天有你在。好，等他来了，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哎，你帮我看看。 这还有小莎莎，挺好看的。哎呀，悠悠，太抱歉了，对不起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试了几套了？我们还没开始呢，就等你们来。不好意思了。没事。对了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 Steven， 这位是悠悠。你好。这是子轩。你好。 确实很般配。你瞎说什么呀？他是伴郎，我是伴娘，我们俩才配嘛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对了，怎么就你们俩？陆明呢？他今天有点事儿，晚一会儿到。啊，这怎么办呀？这 Steven 时间很紧的。啊，那我们……那就先试新娘的衣服，抓紧开始吧。好。走。走。 陈叔叔啊，是我爸爸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从小看着我长大的。如果他能帮忙的话，我们这个项目会顺利很多。明白。陈叔叔，啊，香香丫头，好久不见啊！这几年不见，长这么大了，越来越漂亮了啊！陈叔叔过奖了，我这些年都在国外上学，没能多去拜访您，你可千万别怪我啊！嗯，那你今天可得陪我多打几杆了。一定。对了，陈叔叔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陆明，现在正在进行的招标，只有他在负责。哦，你好，陈总，你好。不错，青年才俊。我们开始吧，陈叔叔。好，走。走。 陈叔叔厉害啊，我甘拜下风。哈哈，今天我这手特别顺，看来以后打球啊都得带着江丫头才行。好啊，陈叔叔一定奉陪。小陆也不错，陈总让您见笑了。怎么了，陆明？有事吗？没事儿。那走吧。 这陆明怎么还不来啊？啊！你快看悠悠美不美？是挺好看的，还是这件最合身啊。整体来说都还不错啊，只是就是肩这个地方，是不是可以再提一点？嗯，可以啊，我觉得其他地方都还挺合适的。那就 OK 啊，新娘的衣服定好了，下面就是新郎的衣服了。 新郎人呢？我们可不可以再等一小会儿？我跟你们说过了，今天我时间很紧的。妈妈 ，Steven， 你就再等等嘛。要是今天定不下来，下次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约到你了。我下午还要飞去上海见客户，时间真的来不及了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子轩，你听陆明事了吧？啊？ 反正只是选款式，只要定下了，到时候把尺寸发给 Steven 就行了。也可以。这不太好啊。不是，我们还是再等等陆明吧。啊，这不是陆明来不了吗？再说是个衣服，你怕什么？ 我今天帮你补全，你之后多注意。哎，龙哥，你着什么急呀？你这催我。嗯。我有事儿。你能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证据。 证据。哎呀，我今天帮你补全，之后多注意。你这是恭！哎，不用恭喜我，龙哥。你这傻呀！我是要说你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哎，那咱接下来咋办啊？你傻呀！你举报我呀，姐呀！我。我去找陆什么陆明儿，我也不能让他闲着，也得让他完蛋。意见呢，我也提过了，你们就按我说的修改，投标没有问题。那就谢谢程叔叔啦。咱们可约好了哈，下周四还来打。好嘞，放心，我一定来。好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陈叔叔再见。陈总再见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啊，我是有点私事儿。你要是没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今天辛苦你了，你要有事儿的话，我送你一趟吧。江总，不用麻烦了。走了。 陆明，你女朋友可真幸运，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能等到对的人的。很多时候，不是时间不对，就是人不对。我就没有那么幸运。张总，您这么优秀，不需要靠运气。是吗？ 悠悠啊，紫轩这么穿也蛮帅的嘛。好，那既然衣服画好了，我们就模拟一下，请二位站在一起，站成一排。放松。你们两个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仇人呢，开心一点，挎着他。 好，这样我们一会儿听到音乐的时候，我们就往前走，步子不要太大，我们慢慢的走，然后我们脸上挂着笑容，毕竟你们是结婚嘛，好吧？哎呀，你们两个亲密一点嘛，现在是不好，婚礼的时候就不好看了。对，注意表情。 对，好。好，不错。走吧。 陆明，你来了。这干等你不来啊！设计师时间又紧，就让紫萱替你设套衣服。你看，怎么样？这也不怎么样吧，主要这身啊都是按照你的尺寸做的，我穿啊也不太合身。而且啊，我们的伴郎伴娘衣服都试好了，接下来就是你们小两口的事了。我还有会，我赶紧换下来。 子轩，怎么我刚来你就要走啊？公司那边给我打电话了，我还挺急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别走啊！我们等一下还要一起吃饭呢，你怎么就走呢？ 抱歉，下次我请客。就这样。哎，慕名，陆明，你也不好好陪陪你的新娘子，都等你多久了？你干嘛呢？这是？哦，对了，你看啊，刚刚啊。 我都给你拍下来了，你看怎么样？但他比较喜欢身上这一套，你觉得呢？都不好看。我觉得这身挺好看的呀。肯定会有更好的，乖。 陪你再挑挑。嗯。你说刚才那套婚纱挺好看的，为什么陆明不喜欢呢？每个人喜欢的风格不一样嘛。会不会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事没事。好了，可以让陆明迎接他最美的新娘了。嗯，陆明。 真好看。为了一女人，至于吗？滚！不至于吧？滚！怎么了？你好好劝劝她吧。子轩，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没事。那天我在地库看到的人。 就是韩悠悠吧，她一定是个很好的女孩，所以你跟陆明才会这么保护她。是，她是很好，她是我见过所有人里面最单纯、最善良的一个，就像她。 笔下的角色一样，我仿佛觉得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。我明白。你不明白。我每一次见到他，我就觉得这个世界。 那么的美好，所以我想帮他。但是我做了那么多事，反而给他那么多伤害。不是，那件事情又不是你的错，而且你费了那么多心思去撤掉所有报道，他们不会怪你的。报道可以撤销，但是有很多事儿。 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怎么会呢？你不是还陪他们试婚纱了吗？我不是那婚纱，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尴尬吧？子轩，我怎么发现，只要一涉及到韩悠悠的事儿，你就特别畏首畏尾，这可不像你啊。我只是不想我们的关系再恶化了。 该说的话不说清楚，误会才会越来越多。子轩，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你们的关系，你就应该去找陆明说清楚。今天谈的还顺利吗？挺顺利的。那就好。今天试了一天婚纱，好累哦。早点睡吧，累的话明天歇一天。至于请柬，就先别看了。倒也不用啦，结婚前还有好多事儿呢。 要不是曼曼帮我们联系到这个设计师，婚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定下来呢。但是人家时间太紧了，所以才让子轩替你试衣服的。其实你没看到，子轩穿那套伴郎的衣服特别帅，跟曼曼站在一起特别般配呢。是吗？对啊，自从上一次开幕式见过之后，曼曼就总是提到子轩。 今天试衣服的时候也很积极，你说他们俩会不会？悠悠，你是不是特别关心子轩的感情啊？是晴天雨天，渐行渐远，黄昏向深处蔓延。相识当年，眼神不会出卖我的心愿，从未改变，愿你期待都实现。多希望那只是。 一种错觉，上演过沉迷于你的情节。自由是我自定义的标签，多希望那只是一种错觉，时间它冲淡了你微笑的瞬间，看着你和他并肩走远。 情缘，不管是晴天雨天，渐行渐远，黄昏向深处蔓延。相识多年，眼神不会出卖我的心愿，从未改变，愿你期待都实现。